太热了，我没有办法仔细扒皮儿，就是很好吃，它有股这个灶坑烧的味道，然后果然这是个双黄蛋，哎，老香老香的了。就是180度烤15分钟烤熟，200度烤5分钟上色，就是这样式的了，好吃啊，就特殊的味儿，我就会烫。